下午5点了，朋友们，看这个天气有点要下雨的感觉啊。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土豆实在太难吃了啊，我准备出去买点菜。如果外面有这个吃饭的地方，我就在外面吃了吧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导航啊，离那个最近的一个菜场啊有800米啊，我就骑个电动车吧，快一点。哎呀，我估计今天晚上有小雨下。不过下一点雨也好啊，最近太热了，每一天都是大太阳。准备出发。很凉快啊，有种这种感觉，骑个电动车好凉快啊，就感觉这个秋天已经来了的感觉，非常的凉快。一个超市，我们进去买。这是白菜，还有冬瓜。啊，没葱呀，白菜。嗯。这么多东西啊，提不下了，只能这样。买了些啥？买了一个大白菜，买了个面包，还买了一些调味料，这个火腿肠，一桶水。这么多东西，我居然用个电动车把它给拿回来了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好不简单呐！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了。准备做饭，今天晚上水煮白菜，赶紧啦，要下雨了，要下雨了。天都要黑了。今天终于可以吃上白菜了，朋友们。昨天啊，那个白菜里面全是蚂蚁，不知道是什么回事。这是我买的最大的白菜了。荷兰，你别说荷兰的物价确实很便宜，它这个分量也很足的，一个白菜这么大，我在外地真买不到。为什么荷兰的白菜这么大呢？搞不懂。像我在西藏啊，在家里买的那些白菜都没有这么大的白菜。这兜白菜够我吃一个星期了。今天不是很热，感觉现在都快6点了，我居然不饿。这什么回事？今天吃了几个饼干，我就搞点那个油吧。哎呦！搞点这个油，不要倒的太多了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水煮白菜。看买的这个面条汤料啊，
把这个汤料倒一点进去。哎，倒入白开水。白菜洗干净一点，自从我前天啊在这个信阳吃了几顿外卖，每天都是吃肉，放点榨菜进去。今天买了一袋这个鸡蛋糕啊，开饭之前先吃一个吧。啊，好甜啊。开饭，白菜，这是上午没吃完的饭。搞一点白菜进来。这个是什么？